治疗憋的药物主要是分为一种，缺声用药。缺声用药咱们一般是，比如说，急性鼻炎，咱们用一些抗生素，鼻窦炎也要用一些抗生素，是吧？抗生素的就咱们常用的就是特孢类的，还有青霉素类的，还有红霉素类的药物，是吧？另一个就是咱们这个，一些抗病毒的药物，再一个咱们就是还有一些中药制剂是缺声用药，鼻腔用药还有一些就是外用药，就是鼻腔喷雾剂，这些咱们喷雾剂里头也有几种，一种是咱们这个抗皮质激素的，就是激素类的药物，还有一些咱们中药的一些制剂喷剂，还有一些抗过敏的喷剂，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些水剂，一些深海野水一些清洗的一些药物，还有一些药就是保健性的一些药物，是吧？对。